在情，仿佛有些遥不可及。女儿一世，哥们一起，我还得继续给力。累了也想一个人静一静。时间流逝，看起来漫不经心。妈，哎妈哎，怎么又不记得我？哎呦，小叔您可回来了，大侄女儿，姥姥都快把我给喝大了。哎呦，我去啊，必须，你可回来了，来喝酒喝酒，来倒酒喝酒。您带了一瓶好酒，您瞅瞅啊，好到哪儿都味儿啊，法国酒啊，法国的，法国酒。我姥姥知道您回来，酒杯早早就备上了，给你备了白酒。我今儿。白的，我也喝点红的。哦，你得嘞。我姥姥酒量现在。欢迎，欢迎，热烈欢迎。哎，对。好喝，爽。妈，您高兴，我得高兴。哎，您吃啊。嗯。您别光喝，您尝尝这饺子馅儿，正经不错。哇，三鲜馅儿的，尝尝是不是您当初您吃的那老味儿？是吧？打我看您头一眼啊，我就觉得您特别像我的亲妈。您吃，您尝尝萝卜脆不脆？这是我的，拿，您拿着拿着拿着，明儿喝，就您您一人喝。我不喝了，我睡觉去了。我要走了，我扶您，我扶您，我要走。我扶您慢点啊。嗯，做一美梦啊。妈在那屋等着您呢，我妈那屋。慢点，慢点啊。哎，妈。妈说，这女的办事办的也太绝了，我们自己家的孩子，照片她都不给看一眼啊。这么说，这个罗美娟她是想认，她当然想认了嘛。但是她自己的孩子，她能不想认呢？她身上流着她的血呢。关键是她就不知道我们也想认我们的孩子呀。那咱们先认。什么先认？要认一块儿认。你怎么忘了目标了？咱们的目标是先救这个孩子，救我孙子，然后再认闺女。我知道，我的意思是说，我们想看一眼我们的孩子，因为这孩子不管怎么说，他身上流着我们江家人的血呢。他长得是像德顺啊，还是像依云呢？他长得像谁怎么样？
不像谁又怎么样？不，这都不重要。咱们的目标现在还是救我孙子。哎，就算是江天认了，是吧？那他能跟咱们生分了吗？是吧？他从小是在咱们这儿长大的。我的意思是，现在咱别把那姓罗的惹毛了。我爱听救孙子要紧。德叔，哎，你就求求这个罗美娟，你跟他说，哪怕让我们远远的我们看一眼。我们只要瞧见这孩子了，哪怕他想说认我们江天，你看你这说什么呢？你这不是德顺，咱们现在当务之急还是救孩子，咱们不能让这个姓罗的不高兴，你不然的话，咱们就你就不为江天想想？我怎么不为他想啊？这我知道，他不是这抑郁症刚好吗？可不是嘛，到时候他又该跳楼了。这一回不至于。什么？啊？刚才说什么？啊，他说什么？他那，哎，你说你刚才说什么？我说什么来着？我刚才什么？我不知道我说什么呀？不是他，哎，不是你，等会儿你别走啊！你刚才说什么来着？你刚才啊？你看进来，你这人，哎，别走。我到那边去吧。哪能了？有啥不妥吧？凯特里为什么第二次要求来公司？有消息说，总公司已经指派凯特里来监管咱们的项目了。什么监管？就是说咱们公司以后所有的业务都要向他汇报。哎，那倒正常。虽然他不负责经营，但人家出了钱，业绩总还是要管的。所以说也没有什么，况且人家定金都已经付他了，对吧？千万别节外生枝啊！是啊。哦，对了，江德胜回来了，他今天该不会到公司来吧？不会，忙得想外孙子生病的事儿，他根本顾不上。哎，于总。凯特总马上过来，他的助手已经在外面等了。接一下，好啊。恭喜你们，完全疲惫。啊？哎呦，真的，真的。啊，当然是真的，两位完全相同啊！掐我一下，呛着了。那行，赶快带他去检查身体。好嘞。史强主任说了，孩子现在处在稳定期，完全可以医治。哎呦，谢谢那什么了。别，担子，谢谢大夫啊。去美国是找佩行去了，那你为什么要瞒我？你不该瞒我呀！别提了，这佩行可太难找了。哎呦，孩子！这人是谁呀？他你怎么知道他就能行呢？是一亲戚，爸爸也是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啊。什么亲戚？你姥姥家的。我姥姥家的，在美国生活，我应该没见过。小的时候抱过你，抱过我吗？我怎么没听姥姥提起过呀？你姥姥这脑子，有时候连你都不记得。我呢？也对，我姥姥经常不记得我。那这个人住在哪儿？我得去谢谢人家呀。是得谢谢人家啊！回头这事儿呢，爸安排好。咱们隆重一点，好不好？谢谢爸。睡着。你想吃什么？我回家给你做。你做什么，爸就吃什么。爸，谢谢。睡着了。哎呦，起来！太好了，郭美娟，给我孙子背心撑空了，我孙子有救了。Thank you.
成功了，成功了！哎呦，怪不得亲妈呢。是啊，肯定得成功了。对，他刚电话告诉我的呀。你说，太好了，这时候咱们再让江天把罗美娟这个亲妈一认，我孩子的移植就更有保证了。什么叫江天？你什么意思啊？我们江家的闺女还不知道在哪儿呢，凭什么把亲妈一认呢？你就光打你自己的小算盘了，你可真够自私的，你。不是，你这是江天认罗美娟这亲妈，本来也是应该的呀，是吧？什么叫应该的呀？什么叫应该的呀？再说你为江天想了吗？如果江天现在知道德顺不是他亲爸爸，他承受得了吗？前几天江天还在那儿坐着呢，你是不是想让那种情况再重演呢？你怎么就打你自己的主意呀？你就不为别人想想是吗？真没法听你说话。本来想着亲上加亲，两好合一好，这不挺好的？什么叫两好合一好？都好了你了，你不为别人考虑呀？哎呀，你别跟这好事儿，你别。罗姨，嗯，哎呀，您怎么吃这个呀？啊，你太素了，太素了。服务员，上牛排，烤虾。不，严少，这早餐我吃这就够了。啊，够了，我不用上了啊。嗯，罗姨，我觉得您特伟大，特神奇。我不是夸您，我不是奉承您啊，就是您在我心目当中啊，您就是拨云见日的一道彩虹，您就是引领我航行的灯塔，您就是在我伸手不见五指漆黑夜里的一颗闪闪放光的照明弹，啊不是照明弹。我你怎么了？大早上起来起猛了还是起吃拧着了你？我不知道用什么词来形容您好了。反正我心情特别的高兴，太高兴了。怎么了？配型成功了。真的？那可不是，我得谢谢您，您是我们全家的大救星。谢谢罗姨。谢什么呀？我来就是干这个的，成功了我也开心的，不用再念台词了啊。太好了，走吧，罗姨。去哪儿啊？检查身体啊。好啊，走。哎，啊，啤酒给我拿着。哦，对，啤酒，好，您慢着啊。哎，说，怎么样？啊，妈的脸呢？哦，什么妈？啊，那个没事，那个丈母娘大妈呢，一直发微信问。你怎么一个人跑出来了？宝宝一个人在屋里，多不安全！快快快，回去。没事，护士在呢。护士能行吗？你得盯着啊！啊，是吧？我想见见那个亲戚。来，隆重，我这隆重介绍啊！回去，你赶紧回去。先回去啊！快去啊！快，好好看着。哎，来了，美娟。我刚才看那个是不是江天啊？是。啊，哎呀，长那么高。哎，那我要见了江天，你怎么介绍我？那就从亲戚开始呗。什么亲戚呀？啊？爸，一会儿还得验一个血。哎，不能叫我妈啊，我还没认江天呢。不能叫妈。叫妈妈。还是叫罗姨。叫罗姨。行，到时候你得隆重的介绍我一下了。必须隆重介绍，循序渐进。水到渠成嘛，对吧？水到渠成，还得验个血样。去吧。啊，在哪儿啊？您跟我来吧。去，带你罗姨去吧。啊，那我带罗姨妈罗姨去了。哎，对，啊，和赵总监一起做司库项目。对呀，干司机不会有出息，你干到头了，最多弄一优秀驾驶员，你管什么用？现在正好公司这有个机会，邵阳负责旅游项目，缺人手。当然也是看在江总的面子上，哎，把你放在这个岗位上，跟赵莹一起好好干。我抓。那你一会儿就去人事那儿，把钥匙和车交接一下。明天就不用来这儿上班了，跟赵莹一起。车不让我开走，
这说了半天，你怎么还是个司机的命啊？以后挣钱就买车了，大业务，业务主管。懂了，谢谢于总，去吧。谢谢于总。于总，我先走了。石大夫，石大夫，有什么问题吗？啊，目前不能马上进行移植。啊，配型不对吗？配型没问题，是捐献者年龄太大，有几项指标不合格，我怕提取不到足够的干细胞。不是，那怎么办呢？你们吃点什么药之类的？让他调理身体，加强锻炼，一定要让各项指标恢复正常，合格以后再进行移植呢，对孩子、对捐献者都好。那得需要多长时间？这要看捐献者身体恢复的情况，恢复的越快，就越早进行。嗯，行，你忙吧。回见啊，你，赶紧啊！哎，你怎么出来了？那谁呢？宝宝呢？护士看着输液呢。石主任怎么说啊？你罗姨那儿确实有点小状况。不能移啦。能移。得锻炼。身体各项指标达标了才行，那我也帮着训练吧。我给他制定一个瑜伽课程，这高强度训练肯定是免不了了。是，小叔，这事咱们商量没有用，得罗姨同意才行。他要这事儿急不了啊，让小叔先跟罗姨商量商量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您回去吧，啊，看着宝宝去啊，放心吧，这是爸的啊。行，那我走了。罗姨太爱喝酒了。小荣，你得说说他，不能这么喝了，咱们着急等着移植呢。行吧，我想办法吧，我得盯着他，看样子我得天天陪他练呀。赵总监。哟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报道的呀。报什么道？于总让我过来做业务，邵阳去跑地推了。让你来做业务？怎么还信不过我强子？那倒不是。于总说了，您可以带着我。那公司现在除了技术还有谁在啊？旅游项目的人最多，但都派出去了。这么说公司没人了？又招了一些新人，但也都不知道是干什么的。赵总监，那我干点啥？哦，那你把这报关表填了吧。哦，强子办事儿，您放心。喂，江董，那个于总把强子都派起来做业务了，这事儿您知道吗？那个于总已经给我发微信了，我都知道了。这个私库项目啊，要做扎实啊。强子不错，你多帮帮他啊。好嘞，我还有事儿啊，我回头再打给你。先这样啊。来这么早？这还早啊，都中午了。介绍一下啊，我大侄女江婷，罗姨，叫罗姨。罗姨好。啊，凯特提起过。是是。没见过的熟人。进来吧。随便坐啊。哎，这你喝的呀？啊？不是我，还有谁呀？啊，袁硕也喝了两瓶。不能再喝酒了，没事。为什么？你说了算啊。我说了不算，他说了算。化验结果都出来了，看。真的不能再喝了，罗姨。谁呀？我大叔，这是不是化验错了？这能错吗？妈，哎，姐啊，那个干嘛呢？这是我拿酒来了。孙明的，爸也在这儿呢。
妈，我给您买酒去了。谁让你买的？谁？我。没事，不能喝了。没事。他让买就买啊！抱回去。怎么了？自己看。啊？自己看，这儿。这儿。这么严重啊？能喝吗？那肯定不能喝呀。那还买？那用留一瓶吗？一瓶都不能要。搬走，搬我屋去。哎，那行。那我先搬走了啊，妈啊。那等一下。真的不能喝啊，一瓶都不能喝啊。等移植完了，咱们天天喝，想喝多少喝多少，我天天背着。你说你给他买什么不好，非得给他买酒啊你啊！我这孩子我行了行了，我跟你说，哎，干嘛呀你？人家孩子这不是也是好意吗？不是等着移植呢，你缺德！哎，知道什么你？袁叔叔啊，这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，袁叔叔没关系。我不做了，那大妈姐，我走了，我回江天去。哎，这德顺去哪儿了？老丈人陪老丈母娘了。这个罗美娟就是一酒坛子，离了酒她活不成。我跟你说，这酒瘾难戒着呢。行了吧，你别老跟着瞎胡乱了。那不是有德顺呢吗？哎，少阳，什么事儿啊？先按于总的意思去办啊，尽量签这个陪他的协议。对对对对，啊，搞不定你再向我汇报，好吗？哎，先这样，我有事儿呢啊。得。给你办了一个健身卡，一年的，不限时，随时来。哎，一个人练多没意思。我陪你练。你不天天上班吗？怎么陪我？不上班的。来了，不上班的时候陪你练。是来监督我的吧？啊？不是，要不让江婷陪你。哎，江哥来了啊。你让江婷来监督我。你要是不愿意的话，卡上呢？我健身教练的电话，你自己约。你要是觉得实在没意思呢，我就跟江婷轮流陪你练。行，好不好？我现在就预约，保准不出十天，我就合格。练吧，别闪着腰。哎，哎呦喂！哈，15公斤。你试试。啊？信吗？不信。哎，咦，哈哈，咦，行啊，呀，好嘞，我喝点水啊。好的。
哟，洗完澡了，来坐这儿。我爸呢？没回来呢，正在那儿陪着酒鬼，戒酒呢。哎，不是妈，您别这么说。这改变习惯太难了，咱得理解理解呗。谁理解谁呀？他理解咱们吗？咱们这不是都为了他好吗？他可倒好。自己偷偷的跑出去偷着喝酒，回来就烂醉如泥。你说这人怎么这样啊？那我爸什么时候回来呀？哟，我小叔来微信了，没看见都。婷啊，告诉江天早点休息啊，晚上我不回去了。啊？他住酒店了？啊。估计这第一天戒酒，我小叔想监督着，这都快成24小时盯着他了，这我爸身体能受得了吗？不行，我去盯着他，不能让他偷喝酒，这要偷喝了，这白天的锻炼都白费了。那妈姐，你们先睡吧啊，我去喊我爸回来。对，姑奶奶，你就别去了，你爸都已经在那儿了，你再去，还不够一会儿我们担心你的呢。这就看看吧，看看你爸现在盯着他能不能起作用。现在最关键的，这不是要等着配刑吗？不是得求着他吗？于总，签排除条款必须江总点头，否则人家旅游点根本不同意。
那些新的旅游景点都是咱们独立开发出来的，为他们量身打造的。他不签排他协议，谁跟他合作？开辟新的旅游点本身就是公司特色，它就具有唯一性和排他性。那还是什么好说的？人家要股份，要跟公司绑在一起。他说了，同命运共呼吸，这点啊，江董早就同意了。要不，让法务拟个合同。拟什么合同？哎，江董，来啊！我承诺给人家28%了。可是江董，咱们这些所有新的景点投入费用挺大的。不投入怎么行啊？不投入，怎么把人家引到门下？有钱大家一块赚吧。就从我的股份里扣吧。只是占旅游项目的小部分。大股份没有关系，一切以内容为王。好吧，那我马上拟合同。还住得惯吗？还行吧，就是一个人寂寞了点儿。要不搬到家里住吧，家里人多啊，平常跟你聊聊天儿，喝喝茶，还可以陪你去锻炼，想吃什么吃什么，想喝什么喝什么。不过就一样，酒不能喝。搬到家里住，你不怕我天天看见江天啊？放心吧，这个时候我不会跟江天说的。我是他亲妈，她是我闺女。那，于总，以后签这种合同能不能规范点儿？我再向江总建议建议。我觉得，我发现你真是白跟了江董这么多年，连点皮毛都没学会。我们现在这个合同都是弹性条款，解释权在我们手里，股权我们想怎么稀释就怎么稀释。你说这合同怎么规范？但是以后公司融资上市了，这股权还是得明确呀。上市之前再签都行。这叫画个大饼，抓住商机，跑马占地，懂吗？算了，你也别琢磨了。我跟江总这么多年，怎么签合同不用你教，你只要记住了，机不可失，失不再来。赶紧赶火车去，一会儿这火车开了。行，那我过去了。别把章丢了啊！榆木疙瘩，这条。到了，到了。嫂子，哎，贵客来了，贵客，呦呦呦，他来了，快请进，请进，来来，请进。这是我嫂子，哟，哎呦，圆圆在呢，请进，圆大哥，圆中啊，圆中啊，美娟，美娟，坐坐坐坐，对对对，你怎么更漂亮了？哎，那个嫂子，那个谁呢？啊，天呢？天，快去把天儿停，他们都在呢，把他们叫过来。坐坐坐，楼下楼下。哎，好，快坐快坐，喝点水吧。啊，我应该称呼你罗妹妹是吧？就把这儿当家，千万别客气啊。来喝水。长嫂如母嘛。你听听，是真懂礼数啊，亲家啊。金兰啊，是江家的大家长，老太君。乱七八糟的，真的是。你就是袁中旺吧？啊，亲家。你的光辉形象和你的言行完美的融合在一起。哎
哎，没办法，这个工作环境所限，是吧？我面对的群体都是老幼妇孺病残孕，我呢就尽量以自己荷花般的高洁行为感动他们。您呢，首先用身材和相貌看，别白活了，实际年龄，别再白活了啊！哎，哟呵，哎呦，哎呦，来来来，瞧瞧瞧瞧，叫叫你婷，叫罗姨，快，罗阿姨好啊。婷，叫罗姨，罗姨，哎。姐，来，快快坐着，坐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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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坐小模样，这小身段跟我年轻的时候一样。咱们有缘吗？啊，有缘。应该说是远的进不了，近的近的远不了。可不是嘛？你说这配型就是犹如大海捞针一样。你说我儿子怎么那么幸运，就让他给捞了呢？老姨啊，等到移植成功以后呢？我儿子身上就流着您的血了，不亲也是亲的。等移植成功了，那就是亲上加亲。哎呦，对对对对，婷儿啊，以后好好孝敬你罗姨啊。那是自然的。罗姨，我儿子啊，一会儿还要输液呢，我去医院给他加油。你有什么需要，你就跟我大妈说啊。啊啊，那我先走了啊，我先走了。我也去，我也去。好，回来了。好，那罗姨你先坐啊。哎，那我先走了，罗姨再见啊。哎，去就好。哎，江德顺，哎，瞧你，啊，我这一说话你就大岔，一说话你就大岔，把你紧张的。哎呦，一共才说了几个字儿啊？这要是我紧张来着。啊，罗妹妹，我不瞒您说。江天啊，前些日子他得了产后抑郁症了，差点跳楼了，所以千万别刺激他。别刺激他，我怎么会刺激他呢？我是他亲妈。真是。行了，我知道，你们就别紧张。我不紧张，不紧张。那你想吃点什么，就把这儿当家；想吃什么喝什么，你就跟我说。对，跟我嫂子说。行啊，嗯，那就吃饺子吧。饺子好。行啊，快速的，营养。回来了吧？加点虾仁儿。得回来的。江天在这儿呢，他能不回来吗？找咸少。得回来。是吧？不加肉。行，你跟他再聊。哎，我行，你先在这儿准备着，我马上。哎，我先换身衣服，换身衣服啊。别喝了，一出楼子就是您捅的。您这背地里说人坏话，让人听见了吧？您得忍着。现在把罗姨哄好了是最关键的时候，好救您的孙子呀。我跟你说，你这个亲丈母娘不是善茬，是找茬，进门就立威呀。跟谁立威？跟江德顺跟谁呀？不可能，我江叔爸，我听他那套。你等着瞧。哎，哎，啊，天儿，那个不是找着配型了吗？对，挺高兴的。高兴，分享一下喜悦。是，能找到配型，我也特别高兴。是吧？哎，我跟你说，袁叔，从今天起，咱们俩好好分分工作。没问题啊。哎，您分吗？你辅助我爸去帮助罗姨锻炼。哎呀，锻炼是你的强项，我呀还是负责哄罗姨高兴吧。好。行，算他识时务。哎，对，哎，哥啊，来点包，放着搁这，待会儿吃。哎呀，李娟，尝尝我新和的馅儿啊，韭菜鸡蛋的。赶紧的吧。味道。就等着你的这个馅儿，美国可吃不到啊！五星级饭店的厨子也没我这个手艺。
闻闻香不香？香啊。种下的花，阳光下长大。你常看的那些书，填满我的书架。冬天来临，窗台上散落的雪花，点缀着温馨的家。多少天，多少年，多少路，才能够让幸福抵达？还能有几盏灯，几个人，一直会在为我牵挂。一个人，一幅画，一道菜，一杯茶，在为你等啊。一天天，一年年，两个人，一辈子撑起下，拥抱着晚霞。感谢有你陪着我，撑起了这个家。过去的